我唔需要人哋关心我。你仲嬲你爹哋？ 你嘅事我知道晒，碧城，翻屋企吧啦。我唔翻，我唔想见到佢，我唔可以逼自己原谅一个害人嘅老千。你以为老千就一定系最大恶极噶啦？系。有时一个人做老千啊，都系身不由己嘅啫。你只系借口。 你唔觉得现实社会会俾佢人做一样嘢咩？你咁了解，你做过咩？碧晴，就算你爹哋唔啱啊，佢都只不过做错一件事啫，唔系个个人都系圣人嚟，人总系会有错噶。以前。 我好尊敬佢，我以为佢系一个慈祥嘅父亲，一个殷实嘅商人，我自己有个美满嘅家庭，但系点知佢一直呃我。人哋话老千六亲不认，真系讲得冇错。 佢哋为咗利益，咩朋友、咩亲戚都可以出卖。而家连自己个女都可以利用埋，佢哋冇人性，佢哋系禽兽。唔讲啦！你憎你爹哋唔系因为佢系老千，系因为你自己系老千个女啫。 你一直以为你自己系大家闺秀，你受过高等教育，你识嘅朋友系咪都系上流社会嘅人？你受人羡慕，你受人尊敬。好啦，而家突然之间你知道你自己系个老千嘅女，你就觉得你自己由高跌咗落嚟，觉得自己冇晒自尊心啦。你惊人哋笑你，你惊人睇唔起你。 系，绝对系！如果唔系你呢喺度做咩啊？你呢排喺度做咩啊？一定要讲，我一定要讲。你唔系逃避现实得咁？你有冇为你自己爹哋着想过？有冇啊？有冇啊？冇啊！你冇为佢着想过？你连你自己爹哋你都唔原谅，你先系自私啊！你先系冇人性啊！ 翻嚟噶啦，王生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揾佢翻嚟劝下佢。我而家再出去揾下佢。 方生，飞情翻咗嚟啊！
我手虽然冻啲，但系个心好热嘅。我哋饮杯。不如我哋一阵间出去行下啦。出去行？好啊，你去边度行？是但啦，你话去边咪去边咯。咁我而家出去啦。呢位小姐我约咗先，先生，你今晚饮嘅酒冚唪唥任我做，我已经早约咗个小姐，我有嘢同你倾。喂！
你走咗之后，我周围揾你。你惊我会自杀咩？我唔会嘅，我已经唔系以前嗰嚿敏啦。我唔系咁嘅意思。后来我俾个你去，我都冇翻嚟瞓。咁你去咗边？ 世界，我可以去嘅地方实在太多。文，你知道我对你好好，一直嚟我当你系自己妹妹一样。我唔想睇见你咁样。唔会啊。你而家系当我系妹妹，方哥，咁你讲埋当我系乜嘢？ 要人陪嘅，你咪嚟揾我咯。你有钱俾就得啦。文，你咁后生又咁聪明，其实有好多嘢你可以做，你何必系要撞见自己？我知我唔识投胎，又冇望壁情，各慢慢佢咁幸福。我一出世咩都冇，我除咗做呢样嘢之外，我仲有咩可以做？ 你唔使劝我，难道你以为我而家仲可以放喺身上嘅靓衫同埋首饰，去学人哋洗衫煮饭搵两餐饭食？唔可以，永远都唔可以，就好似你一样，永远都唔可以放弃做老师。 其实我而家做乜嘢，对你嚟讲冇乜分别啫，我哋咪几好。咁高嘅地方。 几新鲜啊！试下啊，碧晴啊，你上次开嗰个画展都几成功啊，想唔想再开多个啊？爹哋支持你噶。开嚟做咩啊？我都冇新作品。咁你想做啲乜嘢啊？ 我咩都唔想做，休息下都好嘅。啲牛肉都幾好食啊！好食又慢慢食多啲啦。 我想出古董店睇下。好啊，我叫个乘车你去啊。唔使，我想行下。小姐，碧晴，知瑶，点解咁得闲？喺屋企闷闷地，所以咪出嚟行下咯。唔阻你啊嘛。我唔阻。 我以后都会多啲出嚟。好啊，其实你应该多啲出嚟打理下嘅。我攞啲几样数簿俾你睇下。唔使，我又唔系专登出嚟查数嘅。呢个花樽啊，系明朝朱元璋嘅珍藏贡品嚟噶。睇下。有钱都买唔到啊！而家。系咪真噶？唔系，呢个花樽唔系明朝，系仿制品。 咁你识古董嘅咩？如果你想买个花樽喺朋友面前扮风雅嘅，咁你就买咗佢。如果你真系想买个明朝嘅古董，你就信我，呢个唔系。你只呃人嘅啫，我唔买啦。
阿財，你點解要呃人？係咪老爺教你？小姐，我哋做生意不嬲都係咁噶啦，仲可以將價錢賣高啲啊嘛。你知唔知呃翻嚟嘅錢係唔馨香？下次唔好俾我見到你係咁嚇。 算啦，唔好为啲咁嘅事咁闷啦。佢哋嗰团人做生意系中意用啲咁嘅手法，一时之间好难改变佢哋。你同意佢咁做？我当然系唔同意啦。撇开道德嚟讲，做生意嘅宗旨应该系货真价实。我发觉你同以前有啲唔同。有咩唔同？ 以前啲伙计就算有啲咩做错嘅，你都好少当面拆穿佢哋。但旧时见你好似不顾后果咁。系，我都承认自己有啲改变。自从我知道爹哋嘅事之后，我就觉得我自己好似呃过好多人咁。所以我一见到有人做啲偷呃拐骗嘅事，我就会好敏感。 你爹哋嘅事的确令你受好大嘅打击，你仲嬲佢？有咩好嬲啊？佢始终都系我爹哋。碧晴，如果我以前都系老千嘅，你会唔会原谅我？你讲真定讲假？当然唔系真啦。如果系真嘅，我唔会原谅你。 我会恨你。啊，出乎意料吓！羊城话剧团嗰班人做得几好喎，尤其是嗰个女主角咧，仲有个啊做仔个细路咧，简直系天才嚟嘅，抢晒大型嗰啲戏。 跳舞，你平时都唔中意跳舞噶。但系今晚我好想去玩下。今夜我惊你爹哋会挂住你喎。我唔想翻去，翻到去都唔知讲咩好。我以为你已经原谅咗佢添。碧晴，逃避系冇用嘅，你要面对现实。嗰个系你爹哋嚟嘅。只要我心而家好乱，到底乜嘢系啱，乜嘢系唔啱，我都分唔开。呢个只不系过渡时期，好快就冇事噶啦。夜噶啦，我送你翻去先。 觉得我个人系点？点解你会咁问？你答咗我先。你系我认识女仔之中最靓，心地又最好，仲好有正义感添。照你咁讲，我真系咩缺点都冇。爹哋，你都唔原谅，你先系自私，你先系冇人性啊！爹，我认识女仔之。
自己由高跌咗落嚟，觉得自己冇晒自尊心啦！你惊人哋笑你，你惊人睇唔起你。 小姐，你个电话。唔该。喂。碧晴啊，英皇展今日有个画展，听讲嗰啲画画得几好嘅，同你一齐睇下啦。对唔住，我今日唔系好舒服，唔想出去。你见咩事啊？冇，有少少头痛啫，休息下冇事。哦，咁我放工嚟睇你啊。 唔使啦，得噶啦，我会嚟睇你噶啦。好，拜拜。咁你休息下先。 你点解喺度噶？系啊，咁啱嘅。你唔记得啦咩？我就住喺呢度啫嘛。 系喎，我真系冇记性啦。李依欣啊，系啊。不如我哋个嗰边饮杯茶啦。帮，我想去跳舞。跳舞？你平时好少去嗰啲地方噶。阿瑶系咁讲啫，你系咁讲。我平时唔去得嗰啲地方，唔通呢一世都唔可以去咩？好啊，我同你去啊。 送你做纪念，不管你爱我不爱，我不要收回。见到你。阿李生，我走啦，我走啦，我走啦。 我真系估唔到啲人打得咁残忍。佢哋都系为咗奖金啫。为咗奖金，佢哋打到咩抵抗力都冇晒，仲要打。打拳就好似喺俱乐部赌钱一样，唔可以有恻隐之心。如果你留守，对方可能会反击，挽下手仲会俾人哋反败为胜添。
弱肉强食是人的天性，这个世界根本就是强者的世界，现在你应该明白了，是不是后悔今天来这个地方？不是，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说法，但今天我看了很多东西，可能以前我太过局限自己。一年八日，我都看不出有什么古怪。郭生，会不会是何官有问题呢？不如我们将何官全部换过他。不好，如果问题真的出在何官身上，而他又有办法瞒得过我的，我很想看看他们究竟是怎样出钱。暂时我们不要打草惊蛇。好，我来看看他们。輸錢啊！我想早啲翻去睇住下。得啦，唔好出人啦。阿邦啊，你過嚟啊！睇靚唔靚？靚咧，係喎。靚啊靚！不過我覺得呢啲花咧，唔得滯。新聞啊？哦，冇咩特別新聞，你係咪睇啊？俾你睇先啦。哦，唔係，我隨便問下啫。哦。江生，請人坐。王生。哦，阿耀，坐啦。好。李晴，你今日見點啊？好翻好多啦，冇咩嘢。我琴晚嚟过，不过你出咗去。哦，我去咗散步啫嘛。
今日有冇心情去睇下畫展咁？小姐啊，小姐，洋服店使人送盒衫嚟俾你啊！呢，佢话呢位先生送俾你嘅喎，你睇下。小姐啊，你个电话啊？哦。喂，碧晴啊，我系阿邦啊，你收到我套衫啊？收到啦。你中唔中意啊？嗱，多谢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？我想同你一齐食饭啊。我睇下点先啦。咁啦，今晚七点钟我喺百乐门餐厅等你啊。拜拜。伙计，同我埋单啦！碧晴，你嚟咗噶啦？点解你唔入去啊？你食饭未啊？咁咪又去食饭啦！唔好啦，帮啊！我想行。打电话俾你嗰阵，阿瑶喺你屋企啊。其实就算俾佢知都冇所谓嘅，我约你食饭啫嘛，又唔系咩事。帮。你不要再在俱乐部做事，我始终觉得这份工不是很适合你。为什么突然说这些东西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不过我觉得如果你做过第二份事会有更好的发展。我从来都没想过这个问题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打算的时候，或者我爹地可以帮到你。等我想想。我哋开俱乐部嘅，唔系输就系赢噶啦。我哋唔系出钱去呃人嘅，点可以担保实赢噶？我知道，但最近俱乐部输钱唔系一日半日嘅事啦。其实输赢都系受滑言率影响嘅啫，硬系咁，我哋做庄亦都系一样。况且我哋已经开咗十几年啦。业务一向好稳定，可惜而家唔系咧。霍生，其实你喺商场已经打滚咗几十年，
咩風浪都應該見過啦，何必為咗少少豬毛綠豆嘅事就嚟咁緊張？唔通真係歲月催人？田坤，你知我一向嘅脾氣嘅咧，我最講實際嘅。如果值得要使嘅錢，就算十萬八萬啊，我面不改容。但係咁啊，如果我發覺自己人從中取利嘅，就算一蚊啊，我都唔會放過啊。霍生，呢一層你可以放心，有我喺賭場一日，絕對冇人可以捉老千。阿豪，我信你，有你喺度，我先至放心啲。多謝霍生。媽媽，你知唔知啊？佢哥哥讚你好眼光啊，話你揀呢件衫揀得靚啊。咁我眼光梗係好啦，如果唔係我點會揀中你啫？你啊，你爹哋咧？爹哋同緊郭軒哥上嚟傾緊偈啊。係咩？姓霍哥又嚟做咩咧？佢哋話喎，賭場啲嘅成日輸錢，都攞嚟講嘅，輸錢關我爹哋咩事喎？嗯，有位啊。我有啲事要走先，下次嚟啊，希望有一个好满意嘅答复俾我啊。阿豪，松下。霍生，请。霍生，郭生，咩情况？我哋最近输咁多钱，我揾到个原因啦，就系因为佢哋。阿邦，你好嘢，连阿豪咁精明嘅人都俾佢哋呃到，你系点捉到佢哋？爹哋啊，阿邦佢真系好嘢，一眼睇穿佢哋用假筹码。唔好阻住我哋倾正经嘢。阿邦，你继续讲。系。我哋呢个可观。就將呢50蚊籌碼放曬落呢個假嘅5蚊籌碼裏邊，嚟賠俾佢拍檔。一次可以賠咁多個，一晚嘅數目實在係相當之大。咁你係點睇得出嚟？通常我哋賠馬都係咁樣散馬賠出去，但係我哋呢個可觀啊，佢唔係。佢每一次都系好齐整咁样一动筹码咁样推过去俾佢嘅拍档，好嘢噃！你今次帮我立咗大功，我唔会代薄你。多谢郭生。郭生，你而家可以放下心头大石。
你啊，真系令我失望。阿生，好啦，今朝俾阿乔振邦喺郭廷辉面前领晒功劳啦。我问你啊，仲边有面带班伙计喺呢度？嗯？不过咁，振邦只不过系小聪明啫，你先真正一个人才啊！不过今次系认真唔争气啦。霍生，我自己都唔想噶。嗱，咁大间俱乐部俾我打嚟，顾得呢样嚟，又唔顾唔到嗰样。我觉得啊，廷芬真系唔识用人嘅，可惜啦。好啊，你冇谂下过嚟帮我啫。嗯，霍生，你咁睇得起我，我感激你。不过乔振邦，我一定要赢翻佢一次先甘心。幼稚，哼，幼稚，嚟嚟嚟，嗱，第时如果有咩叫到我帮手嘅，即管开声啊。好靓啊！点解突然间会送俾我嘅？我知道你中意啊嘛。但系呢啲嘢好贵噶喎。昨晚俱乐部有个可观出信俾我捉到，郭生送咗笔奖金俾我。系咩？郭生好开心啊！我睇唔使几耐我会升职噶。咁即系话你唔打算离开俱乐部咯？其实我咪喺俱乐部做都冇乜所谓嘅，我哋大家都系好朋友嚟啊嘛。世事嘅嘢真系好难十全十美。或者我不可以以自己的标准去要求你改变。